夏老师，罗老师，真不好意思，我这一不留神，孩子就出事儿了。是是是，也难为你了，他一刻都闲不住，难为你了。你好，那个是秦浩宇的家属吗？哎，在在在。哦，你好你好。孩子这个片子出来了 ，X 光显示呢，孩子的骨头是没问题的，只是些普通外伤，我们也做了这个消毒的处理。然后你要注意啊，这几天呢，让孩子尽量不要碰到水，然后三天之后做一个换药就可以了。啊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啊。哦，对了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你们家孩子是不是有这么一点点的自闭啊？啊，这怎么可能？这个不太可能，多动症还差不多。啊，是这样，我们今天做的这个检查其实也挺全面的，其他都挺正常，就是怎么说，孩子这个状态啊，就是有这么一点点，也可能是情绪问题。要不这样，你们家长呢，赶紧进去看看。啊，好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啊，没事。谢谢谢谢。啊，钱老师，钱老师，钱老师，一会儿还有贵宾呢，您这要是走了，我在不在无所谓，你在就行，我的作品可以说话啊。哎，不行，钱老师，我哪行啊？我又不是画家。你行，你行，你是我最好的合作伙伴，军功章上有我的一半，也有你的一半啊。不是，这个画展对您来说多重要啊？我的儿子对我来说更重要啊。哎。秦浩宇，你什么时候学会用暴力解决问题了？不管因为什么原因，你也不能动手啊！你都跟谁学的？从化验单上看，一定要注意了。哎，好嘞。平时饮食、睡眠，让一下，都要注意。哎，行，知道，谢谢医生啊。我听见同学们讲，他们看到秦浩宇的新妈妈了，然后就告诉他，他们结婚后就不要浩宇了。孩子一急才跟同学们打起来的。妈妈，这是真的吗？爸爸是真的不要我了吗？浩宇，不要听任何人跟你胡说八道啊！你永远是爸爸的好儿子，爸爸永远爱你，听明白了吗？嗯。嗯。哎呀，受伤了，疼不疼？嗯。哭了吗？怎么不理我呢？嗯，爸爸给你讲个故事好吧？爸爸给你讲一个狼来了，好不好？从前啊，有一个小朋友，特别特别不听话，特别特别淘气。有一天，狼来了，就把那小朋友给吃了。就是，爸爸，狼来了不是这么讲的，这不是这么讲的吗？那是怎么讲的？你给我讲一遍。那。那还是回家讲吧。嗯，好。你确实该回家了，你。嗯、你吓死我了你！你有那么疼吗？好疼，我是伤员，需要陪伴，而且需要一家人的陪伴，还要照顾。我要爸爸妈妈跟我在一起。妈妈，爸爸能跟我在一起吗？你爸爸，他有工作呀，你也知道他不是在开漫画展的吗？很多客人还在等着他呢。我有一个要求，嗯，想我们一家三口一起吃一顿饭。好啊。爸爸，你来背我。好啊。你，哎，你帮我拿一下。你没事了？没事。来来来，小心小心小心，走喽！哦，帮忙拿下鞋。啊，我们起飞喽！谢谢啊。你好，您的菜。谢谢。哇，爸爸好棒！慢用啊。点的都是我和妈妈爱吃的。那你就快吃吧。我要爸爸喂我。啊？秦浩宇，你受伤的是腿又不是胳膊，怎么还不能自己吃饭了？我要用手轻轻地摸着，这样我就不疼了嘛。浩宇，你记不记得那年？我们一家三口去新疆看胡杨林啊。当然记得啊。啊，那你记得当初我们为什么要策划那次自驾游吗？不知道。是因为你爱妈妈呀，妈妈说她从小就想去看胡杨林，我们要去看的话，妈妈就会高兴，对吗？
那你这么爱妈妈，你怎么能让妈妈生气呢？好吧，妈妈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原谅你。我有一个请求，妈妈。我想要爸爸送我回家，我腿疼。看你这顿饭的表现，饭后再说。哎，那爸爸不用喂我吃了，我自己吃。好，慢点儿，慢点儿。你也吃吧。哎，你少喝点饮料行不行啊？多吃肉，多吃肉。你要不多吃的话，一会儿爸爸就都抢了吃了啊。要不要？哎呦，都忙着呢，打牌呢。出去啊？对对对，估计一下，办点事儿。打牌呀？先走了啊。该你了。出啊！八条。哎，该你了。咬鸡。我看看别的。啊，该我了。该我了。您好，我问一下，前程家在哪儿啊？前程，这不找你儿子吗？对呀、啊。别碰我的牌啊，我听牌了。哎呀，不碰不碰，你快去吧。那个姑娘，我就是前程他妈，你是？啊，阿姨您好，我是钱老师的同事，我是谢小群。哎呀，小群好，你俩是同事啊？啊，哦，是这样的，阿姨。之前我在别的公司，我就是钱老师的助理。现在钱老师出来创业了，我就跟他一起出来创业了。那你俩应该是认识好几年了吧？嗯，钱老师对我特别好，在工作上呀也很照顾我。你说你这孩子啊，哎，你们瞅瞅，拿这么大个礼物，怎么这么客气呀？真是你这孩子。阿姨，我第一次见您，也不知道买点什么，就是一点心意。它一定是很值钱的，对吧？哦，不贵不贵，性价比很高的。您按这个上面说明啊，一件就可以做出特别好吃的食物了。哎呦，还破壁机，不知道怎么用。哎，你说我这个二百五，老站着干什么呀？走走走，我们家就在上头。哎，咱们进屋喝茶去。好好好，你们来吧，我就不玩了啊。哎，好好好，小心点啊。阿姨您慢点。家的这个楼梯呀有点陡。好。哎呦，你这孩子怎么长的呀？你这是，哎呦，你妈都给你吃什么呀？把你养出来的呀？阿姨，我这身上是有什么东西吗？没有。来来来，咱俩坐着说话啊。坐下，瞧瞧啊。你知道吗？你是我们家前程离婚一年多以后第一个出现的女孩子。阿姨看着你真是喜欢，不过我不知道你了解我们家前程多少啊。哦，钱老师没有隐瞒我，我都知道阿姨。哦，好好好。爸爸，我想拉大便啊！哦，卫生间，那卫生间在哪儿？哦，在那，在那边，那边。哦哦，好。哎，喂，奶奶，我刚看到浩宇受伤了，没事吧？是摔了一跤，但是没事，没摔到骨头。那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告诉我。哦，谢谢，不用。我在忙，先挂了。
陆亦舒。嗯。哦，他回来了，我还挺想见见他的，一直也没找着机会。我想把工作室的启动资金还给他。哦，谢谢。那你发展的挺好啊，看来。还行吧，就是起步阶段呗，现在刚有点起色。嗯。应该都是那个叫谢小群的女孩的功劳吧。因为你这个性格，如果发展商务，应该没那么得心应手。啊，是。这个他执行能力挺强的，我们俩配合的也挺好。嗯。公司能有今天，他功不可没。但是我们俩之间没什么，就工作关系。哎，你儿子怎么样了？没事儿，挺好的。挺好的？什么叫挺好的？骨头没事儿，就是擦破了点皮儿。哦，那还好。你看我现在在哪儿呢？嗯。哎，你怎么跑我妈家去了？阿姨也太好相处了。我刚要走的时候啊，她非要留我吃饭。我这一想，第一次登门拜访的，就没好意思留下来。哦，好，那我现在这边有事儿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。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哦，好。爸爸，别走，帮我擦屁股。多大人了，自己擦。我不但要爸爸给我擦屁股，还要爸爸陪我睡。那我就尽点义务啊。你也去洗个澡吧。嗯嗯。洗完澡把这套换上，当时买了都没穿，你也没拿走。嗯。然后你晚上陪他睡里面，我就睡这里。你陪他睡里面就行。哎呀，别争了，别争，别争，我累了哪儿都能睡着。爸爸，你还记不记得这套睡衣是我们之前看电影的时候买的？我希望按照那张全家福再拍一个这套睡衣的全家福。好啊，爸爸答应你啊。那妈妈呢？可以。耶！哎，啊！哎呦呦呦，没事吧？疼啊？没事，只要爸爸妈妈在的话，我什么都不怕。现在不疼了。是吗？妈妈，今天晚上爸爸妈妈能陪我一起睡吗？行。Yeah.